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志玲11月17日带着老公 Acura 回到老家台南举办婚礼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。当地关心民众的人潮一度多到台南市政府被迫封街交管，话题程度堪称世界婚礼。然其实志玲姐姐婚礼是仅12周的温馨规模，受邀的都是至亲好友，包含艺人寇乃馨。她舍弃陪老公黄国伦过结婚纪念日，从北京飞到台南参加婚礼，曝光了林志玲亲哥林志宏在婚宴上的肺腑之言，直呼听了全场感动。寇乃馨昨天从白天的仪式到晚上的婚宴都热情参与，过程中一直很感动，跟亲友们哭到不行，直呼林志玲嫁对人。也透露婚宴上感人的一幕，林志玲哥哥林志宏盛赞 Acura 比自己更帅，看着妹妹跟妹婿在一起，哥哥表示放下心中大石，终于不用为妹妹的感情担心了，现在有个人可以给她靠。寇乃馨也觉得两人灵魂契合，一定能走得长久。